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上盘直击。买楼之前想租下楼，看看自己啱边区。今集就啱晒你啦！今集为大家带来几个热门嘅租盘屋苑。第一个系位住荃湾西嘅海之恋，近铁路之余啊，景观都唔错噶，一起睇睇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系我影个湾分享嘅 Sasa， 今日同大家睇一个荃湾西上盖海之恋一房嘅单位，实用面积391尺，我哋即刻睇下。这个是海之恋一期十座的私室来的，这类一房单位在市场上很受欢迎的。首先入到屋呢，我们会见到个开放式的厨房，对面就是原装设备的浴室了。出来看看个客饭厅先，客饭厅呢呈长方形的间隔，间隔都很分明，摆放完梳化、餐台、电视柜都还有很多空间剩的。跟着就是我们特大的主人房了，一房的单位特点就是房间特别大的。这个是一个中层单位来的，远望海景之余也都望到池景的，真是池海相辉啊。加上全屋落地窗，所以呢单位都很光猛的。海之恋是荃湾西站上盖，楼下大商场，衣食住行都很方便的。好了，今天就看到这里，如果大家对这个单位有兴趣或者想放盘， call 我啦，拜。另一个推介地区就是启德啦，因为位处九龙的核心商业区，无论是自己揸车啦，定系搭铁都相当方便快捷噶。而且区里面绿化空间充足，啱晒对于健康生活有所追求的你。大家好，又系美廉物业启德，我分享 Ivan， 今日想同大家介绍一个位于启德区 Oasis 一个一座中层 F 室单位，实用面积为752尺，价格为3伏特间隔。好，事不宜迟，等我同大家参观单位先。已经经过门关一个走廊位置啦，入到客饭厅位置。客饭厅呈一个 L 型，非常宽阔实用。喺饭厅位置啦，亦都可以做一个大嘅 L 字入长柜啦，收大量衣服或者系其他常用品都得嘅。另外啦，都有足够位置摆放一张4至6人嘅餐台，可以食饭使用嘅。在另一边就是客厅的位置，客厅位置都足够位置摆放个大的电视柜，另一边摆到3.4人的 sofa， 即是从你的角度看饭厅。客饭厅的间隔都是非常宽阔实用的，光线非常充足。厨房来看，这个单位的厨房是个紧全的厨房来的，所有的厨具的挂墙柜、地柜都用了白色做主调，都非常实用。另外都有蒸焗炉、炉头、一个抽气系统啦，同埋一个蒸焗嘅微波炉啦，另外一个入场嘅雪柜，系啦，基本嘅电器齐备嘅。另外都有大嘅气窗啦，保持咗空气流通。而所有电器啦，都用咗西门子嘅牌子。整个厨房啦，简洁美观。到露台睇下，出面露台景观啦，系以整个嘅 Oasis 嘅乐园景观啦，远望望到龙屿同九子一带景观，而侧边啦就望到松涛嘅楼宇。同埋啟德河一帶嘅景觀都非常之正宗大王。個長長走廊位置啦，入到大家廚房睇下，佢隔隔4-4方，公正實用，都係放咗個單人床嘅位置。另一邊可以放咗個對頂衣櫃啦，收大量嘅衣服都唔成問題。即係出面景觀都係以整個嘅啟德河啦，同埋 Oasis 嘅樂園景觀為主，都非常之寧靜清幽。第一間廚房啦，第一間廚房嘅面積啦，同大家相約嘅，可以放到單人床嘅位置啦。一个到顶嘅衣柜都唔成问题嘅，或者改造成书房嘅用途都得嘅。望出景观啦，都系同露台啦，大家睡房一致。大家参观下浴室先，浴室啦系一个暗厕浴室嚟嘅，用个浴缸嘅设计啦，进光缩佢分隔。另外镜嘅个位置，亦都储物空间，可以收大量嘅化妆品啊、日常用品等等。另外洗手门下边呢设有储物空间，都可以收一啲嘅清洁用品。另外，因為是暗廁浴室，你都提供了浴室補排走濕皮，而整個浴室就用了白色的瓷磚做主要的素材，非常之美觀實用。主人房睇下，主人房裏面是一個套廁的設計，亦都暗廁嚟嘅，都用了白色的瓷磚做素材，都一樣用了浴缸的設計，將我濕佢分隔。另外喺鏡角的位置同埋洗手下面亦設有儲物空間，非常之美觀實用。主人房睡眠的位置啦。我呢个凹位嘅位置啦，可以做一个大嘅到底衣柜啦，收大量衣服，亦都放置到一张双人床，三边落床都唔成问题嘅。就睇下出面景观，都会把握咗整个启德河嘅景观啦，都非常之开扬。今日大家参观完呢单位非常吸引咧，我哋而家 Oasis 嘅上盘介绍俾大家噶，大家有兴趣记得 follow 美廉物业启德好分享 Ivan 啦，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
睇完头先两个分层单位之后，独立屋你又有冇谂过咧？嚟紧呢个推介系加州花园过千尺嘅租盘，唔知又啱唔啱你心水咧？一齐睇睇。好，大家好，我系美田物业锦松大总分行嘅李浩，我哋今日嚟到加州花园咧，介绍一个私人屋俾大家。咁私人屋嘅售面积咧系1016尺，同样系三房一套房嘅设计，咁附有工人房，门口可以拍到三部车，我哋一齐去参观下。头先几个放盘系咪睇到你眼花缭乱咧？想知道多啲，快啲我哋前线同事去实地考察一下啦！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